这是？我给你接了个广告。给我接广告？啊，这是上下期来的样品。肥鱼罐头。怎么了？我这是臭盒子都是。你知道呢？我当然知道了。那你不接了？接什么接？你接吧，你吃吧，好吧，我不吃。哎呀，人家商家就点名让你拍这个呢。点名我也不拍。人家给这数。500。五千。五千？哦。我天，5000块钱？哦。你接不接？接呀、啊，5000块钱，开玩笑，吃完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你是这样的，你先把盖打开，打开以后你闻味儿，然后就夸他，后面的广告词你边说边再跟你说，就完了。哦，就完了，行不行？行，可以。那开始吧。来，给，这是筷子啊。还有吃的。啊、哦，还有吃。有人。哇。不是，你拿下来以后你闻味儿，然后你说这是鲱鱼罐头，就对着镜头说，表情。这太臭了，这饿了。怎么了？钱挣不了，太臭了。你挣不了？5000呢？坚持一下。哦，坚持一下。哦，现在你开始拿筷子吃，你拿筷子吃，然后我就跟你说广告词啊，把鱼煎出来。抽啥了？快！要钱不要命了！说脏水啊！山珍海味您吃够，鲱鱼罐头臭一臭。你这样不行啊！你这样子我都没法剪，知道吧？你这样子啊，你连续连贯一下行不行？哦，你不能太痛苦了。现在再拿起来，把鱼拿起来。煎一块鱼放到嘴边闻一闻，这样，你一条我一条，一起吃到乐逍遥。你别笑，要上起来啊！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不要吃，搁到嘴边说就行了。看着我。你一条我一条，一起吃到乐逍遥。哎呀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哎呀，我腿里是啥呀？完了吧？不行。啥不行？还得喝口汤呢。啊、你改个算了吧，喝汤喝什么汤？想要我命的是吗？喝汤？那不行呀、啊，那这还没有完呢，人家必须要喝口汤。看看啊？那不行不挣不行。人家商家说了，如果你要是不拍的话，你要把样品钱给人家呢。多少钱样品钱、啊？这盒鲱鱼罐头79块钱。一个人。60，人家有70还少20。